可以了啊。居中给我多一点，给我多一点。就他要出话了，对，稍微往那边挪一挪。你以他的人为中心，不是以背为中心。OK， 收到，就这样。哎呀，就这样，好，再回去一点，再回去一点，不要极端。OK， 就这样，好，欢迎各位新来的朋友们。那整个挪镜头的大动作，欢迎大家，这边是合肥宝莉凤舞 S 展厅的直播间。我是你们的主播米娅，我是你们的老板娘潇潇，我是你们的小秘书米娅。今天我们两个地位非常的明显啊！对，大家如果是喜欢小秘书的话，可以给我们扣一波六六六。今天在直播间喜欢老板娘的打一波888，老板娘祝你们一路发，好不好？是的，我们有朋友说这个画质有点不对，我也觉得今天画质有点不对，就是怎么回事呢？有一点白白的、朦朦胧胧的那种感觉，是不是不清晰啊？对，也不是很清晰的那种感觉，这是为什么？谢随缘的大啤酒，还是喜欢秘书啊？那你们把666打起来，顺便给我们直播间小关小猪点一点，好不好？是的，大家可以把666扣在公屏上啊。只有一个人，两个人了，给我们扣了666 6868 668，谢谢，只要不是886都可以啊。对，谢谢大啤酒啊，一杯一杯大啤酒，祝你们天天生意长长有九九。哎，你这样看腿好细，就细到好细哦，细到没有，真的细到没有，我在你旁边像个大猪肘子啊，那么夸张吗？那改天我跟你讲啊，你把我今天小背给我吹一吹，小腿给我捏一捏，改天我大发慈悲，我让你做一回当老板娘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行，我们今天吧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我们点赞到10000的时候让我做一会儿，行不行？没问题。他说他喜欢68的衬衫，今天这个衬衫可老贵了，这个起码都有78，不，88。一定要图个吉利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欢迎各位新来到直播间的宝贝们，如果是第一次来的，一定要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啊。那第二次来的可以给我们亮亮灯牌。对的，如果有任何想看的车型，也一定要扣在公屏上，都说茫茫人海遇见你。想看的车型，咱们打在公屏里。那我们店里小车一台台，我们今天一台一台来，欢迎各位。有没有什么想看车的宝贝呀？我们的后边是我们的大七系的一个车型，有没有宝贝想看呢？想看七系的，给我们扣一波777在公屏上。来，想了解七系的，打了777之后，给你们做一个详细报价。我们现在735、740、740尊享试驾车，店里面应有尽有啊。对的，为什么来来回回直播间只有两个人说话？不知道，其他人是不说话，这是为什么？有没有在看我们的直播呀？有在看的，给我们扣一个再看，好不好？你让小秘书给你拿一下饮料吗？小秘书，你去帮我奶茶拿过来，谢谢你。哦，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家宝丽风，哎，那是卖车的，那宝丽社那是说相声的，那我们的丽风茶社是专门给你们做茶饮的。那这个茶饮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喝啊？是啊，比如说我，比如说你，我这个老板，那怎么喝呢？怎么样可以得到它？你给我，我就可以得到它。不，我说他们，来店里就能得到。没错啊，但凡你来店里，不管是洗车的呀，还是来看车的，还是来买车的、订车的、提车的，哎，来店里直接。去我们的茶水区啊，一人一杯就可以了啊。是的，欢迎各位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到店里只要报我跟潇潇的名字，完全可以免费领一杯啊。这个果茶，你如果去什么外面品牌的那个奶茶店买，20块钱不得少吧？放在我们家里面，只要你到店直接去领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好喝，真的蛮好喝的，就是有点甜，帮你搅一搅。坐着的肯定是领导，一点没错啊。坐着的是老板娘，看出来我有多殷勤了吧？他们喊我们换着坐坐吧，蹲的时间有点长。来，兄弟们帮我们搂赞啊，搂到10000赞！我现在坐到这个椅子上，让他来给我当小蜜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欢迎各位现在的朋友们，大家如果有任何想问的车型，也是可以继续问的。吴哥已经开始问了啊，后面的这款七系轮毂是选配的吗？这个七系轮毂是它的标配啊，对，应该是标配，就是这么大的大轮毂啊，应该不是大轮毂，不是选配的啊。当然了，它现在这一台的话呢，是我们的735上面的话选了我们一个31寸的一个大电视。我们现在的话呢还有740、740领先、740尊享，目前店里面都是有车的。如果你们想了解七系最新的一些价格报价的话呢，小风车在这里直接点开，留下我们的姓名、电话、一项车型、购车城市、选到安徽合肥，我们5分钟之内安排销售顾问去联系你，然后再给你报一个底价，好不好？好嘞。任何想问的车型还是可以随时给我们打在公屏上，都说茫茫人海遇见你，想看的车型打在公屏里。有人问了宝马3系多少钱，宝马3系
要看你要什么车，你问的太具体了。三系分为长轴和短轴的车型，基础配置是320，中配是325，顶配是我们的330，你可以选择一下你想要的是哪一个配置啊，宝贝。没错啊，如果说你们想要了解三系全系价格的话，咱们这样子给我们打一波333，我们给你们报一下三系现在的全部优惠价格，好不好？对的，尤其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的三系长轴的现车优惠价格，想了解的话扣一波333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？来，用户8978说了，他想了解320，320现在的话呢，30出点头，直接给你包牌包税包保险，包吃包住带回 家。咱们的320落地价格大约是在312个 W 左右啊，没错，这个价格都还是可以再继续谈的。所以如果你想要谈价格的话，兄弟们一定要记得给我们的右下角小风车点开在线预约，姓名电话一项车型，购车城市选到安徽合肥。我们的地调哥哥问新款的 X1 什么时候上市，对不对？新款的 X1 4月份就可以上市了，宝贝们。在这之前，如果你们想了解现款的话，现在是一个 low 底的一个价格。对的，非常低的一个价格，宝贝。我们家 X1 第一是有现车的，第二价格非常优惠，全系20多万是直接可以落地带回家的。最贵的话，我跟你说，25万以下没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带走，好不好？没错啊，如果说想要了解这个的话呢，小风车直接点开，姓名、电话、一项车型。购车城市选到安徽合肥。宝马5系降价之后优惠是多少呢？宝马5系的话得看你想要长轴还是标轴的，我们现在525的话呢优惠完了，落地价40出点小头头，直接包牌包税包保险。对的，我们家